哇塞，乔乔是谁呀？早安，早安。哎、欸，黛玉，你说你是小王子季才开始玩的，那表示说今天的复刻你要换咯。早安，小鱼。我本来稍早在测试那个恐鬼症，然后我就是没办法用 Gimme a Style， 我等一下开一次给你看。就是番茄是跟我说不用特别调什么，他就可以用中文语音。我说怎么可能？我们当时在玩的时候，就是要去什么装那个简体的那个嘛，然后再把麦克风改成简体语言。喂，有声音吗？然后我想说，对啊，为什么我就没有用？是我讲话不正确吗？还是我讲说给我个心好这样子吗？今天要穷了。不是上礼拜就你不是上上礼拜就穷了吗？早安，欸，番茄我真的不行欸，我等一下开给你看。我这一趟空挖完，挖你挖你。好了，等你回家试试看。哎、欸，还有是可以帮我翻译一下吗？这个是季票嘛？就是这个是盾牌 skin， 我看得出来吗？那这个是角色扩充18个啊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箱子蓝会扩充到100吗？这个吗？感觉目前用不到哎、欸，等下一季。再好好开始认真玩好了，因为今天在看这个，就是说好像说什么买机票，哦还会玩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因为我其实一直很想玩那个英雄围城，就是他其实刚出的，他刚出时候最早最早以前英雄围城的时候我就有玩，那只是一直以来都没有好好的玩，因为他每一次。它中间就是变化太多次了，它导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玩这款这款游戏。仓库跟身上变200，身上变200哦，那这个是值得买啊？哎、欸，我问一下哦，那这两个是只有这一季才有，还是买的就是永久了？就跟下面这些一样永久了吗？哇，有懂游戏的耶，开心开心。我等一下看一下恐鬼，然后拿来试试看看。确定耶，我也是这一季加入的，不好意思，没事没事。然后这个好像盾牌石金是每一季都会加一个石金进来，但我有买，觉得挺值得的。我自己现在400不够用，哦，没有，下一季我再买好了，反正现在回来玩才刚玩几天而已，等吧，反正还有五天。啊，其实这些都是以前就有的，以前就买了。只是那时候的货币是蓝宝石。然后那时候蓝宝石其实蛮好刷的，就刷了一大堆 skin 出来。
嗨，佩佩，嗨，呆鱼，嗨，克洛伊。因为以前没有赛季规则，我那时候赛季二的时候就没玩了。那时候其实很好练，可是他没有赛季奖励，没有什么赛季奖励。哎呦啦，那时候赛季奖励太难拿了，前五十名还是现在也是一样。那时候前五十名才有的。好哦。你退赛季也是会变蓝宝石，你是说在另外一个那个吗？我先退出。装备扩充永久，无限赛季，角色也是吧？我把以前的都删光了，现在只剩下这几个。零零。Okay. 所以花钱买的都永久的。哦，以前弓箭手可以射半张画面呢，射出去是半张画面的箭矢，现在不行。呀，我怎么？哇，好啦，我们先重玩，不重玩，重开。我先测试看看，来哦，这个是，如果成功了，我就玩一场，好不好？玩一场抓鬼，单人啊，啊，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就算了。其实现在也可以，但要用无人机，无人机，什么东西用无人机电？我们在聊什么？对不起，可以教我吗？等一下哦，游戏截取。好，我把恐鬼的分类改掉了。等一下哦，游戏新增，然后抓，哎呦喂，抓鬼！我昨天剪完片就回到画面，你们全部跑光了。OK， 你看哦，选项这个嘛，音讯那个啊，给我们个信号，没有，有没有番茄？所以我们就只能进去当个废物了，有没有？就只能我们各讲各的，然后什么都不能用。我记得那时候就是要设成简体中文啊，没办法用繁体中文。音讯麦克风没问题，然后给我们个信号啊，好像后台要调什么不知道，反正等番茄你回来再弄好了。啊，我本来想要，我本来想要自己一个人尝试看看的，我想说，算了算了，要吸到灰尘。好，我们回来英雄围城。来来来，让挖你挖你。哇，我在想啊，他之前特价的时候应该没有特价到吧，就是扩充箱子跟扩充角色应该没有特价过吧。多人在线。之前特价两个分别18元过，18块，哇！我刚刚直接差点买下去，哎，我看一下商店页面哦，等我一下哦。东西好白痴哦，哦，有啊，现在没特价啦。看一下是哪个样子的，哦，分别18块，没有哎，他好像不会卖在 Steam 上哎，没有看到，
对啊，没看到哎、欸。你确定吗？这两个会卖在 Steam 上吗？宠物买的。四级可以买，买票。因为我突然忘记四级去哪开了，靠！等我一下哦。等我一下，物商店吗？是。但要有人卖，哦，那也要有人卖。嗯。一步。找到了四级，哦，都是箱子的。好，没事，我们先玩。还是大佬可以带我？哎、欸，为什么？问一下、哦，那个蜘蛛塔还是什么塔的？那个是建议人越多越好吗？是经验越高吗？没事，不然就是我自己继续挖矿，不影响。但蜘蛛塔有等，但有蜘蛛塔等级。哦，他是按照玩家等级，还是按照那一个开房的人的等级啊？哎呦喂，可以带啊，可以邀我，什么意思？对不起，什么邀？等一下哦。等一下，我先挖矿好了，谢谢谢谢谢谢，但我还是先挖矿好了。玩家等级不影响，就租他的。哦，我现在想先挖金矿啊！感谢感谢，如果下一季有机会一起来玩，拜，应该说之后有机会一起玩呢、啊，不一定下一季啦，可能先挖完矿就可以玩了。啊，今天。其实36度，我刚刚就在想说玩这款要开台吗？是，怎样？像，我在想说啊、哦，一直在挖，一直在挖，好啦，开一下台好了。嗯，空元安，哎呀，没有啊，
等我一下哦。哎、欸，安安，我回来了。啊，拜拜拜拜！一群朋友玩的话，这款挺好玩的。是啊，可是我这群朋友，我这边不多人会玩这一款，到五个吧。对不对，小鱼？你会玩吧？下一季的话，我们再一起努力，一起打拼，一起朝着我们的雀豪前进。哎，说到雀豪，哎，小鱼，我可不可以保底换早版爱啊？会哈，好诶，好诶。换啊，哦，好啊，我要问，我要经过你的同意，我才能花钱啊，花一些我们一起累积起来的东西。我去打活动，然后你真的要打哦？那活动我觉得很酷哎。好啊，你打完我大概也应该是打完，不是打完了、啊、那个挖完金矿了啊，白痴，我先挖金矿。哦，对，番茄，你还在吗？小鱼也，哎、欸，小鱼也会抓鬼。哎、欸，我记错人吗？有吧？小鱼，你玩恐鬼阵吗？还是那时候是跟炎笑、秀秀他们玩？我总记得有你、炎笑、秀秀，然后舌头跟大叶晚班攻读生。活动真的烂，很烂哦。不是，我觉得他这样子，我觉得很难玩呢。他、啊、怎么又没有那个？红鬼阵你有？哎呦！哎、欸，那我问一下，加藤，你是用中文还是英文？英文的话那就算了啊，中文的话你是不是有调过后台的那个简体中文还是什么的东西？语系语言键盘输入的那个东西？因为我不想调，是因为，它会卡麦块的输入法，我很不开心。麦块输入法会因为调到那个简体中文，导致说我不能蹲跳。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，恐鬼阵可以的话，我能就是确定不玩，我就要赶快把那个简体中文就每次都要关掉。他每次开麦快，我要大家把那个简体中文的开回来，好烦哦！月早安，
有出塔。我昨天第一次遇到那个蜘蛛塔的时候吓到，想说干这什么东西？怎么有塔会动？我那时候聊天室没有一个懂的，想说就自己进去玩，还蛮玩得蛮开心的。然后今天就是去好好看了一下英雄围城，就是有更新什么啊？主要是今天啊，今天在那个全屏有看到有人说什么出了蜘蛛塔，我想说之前有看到说什么出塔了，出塔了。那昨天遇到之后，今天早上看到什么出塔了，我想哦，该不会是昨天遇到的那个吧？然后就那个全屏就有人说，那个塔你看到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。我说晚安吗？哦，晚安晚安，那就晚安吧。噩梦的塔不能卖，只能地狱的塔。我、哦、还有卖的哦，对对对对，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哦。一个那个 DLC，它是卖什么的啊？它有一个 DLC 是，靠要怎样？浏览器。等一下哦，我跑掉了。你要补眠，好，晚安。它好像是一个战利品箱，是不是？说。它是增加，诶，那增加100个，等一下哦，那我是不是有买过了啊？你看我现在是200200，地下有新角色，技能看起来挺夸张的。我知道啊，不就是那个冰的吗？丢冰球的。哎，夜猫，你看一下 DLC，你看一下 DC，这个是不是就是加仓库跟包包身上的东西？哎、欸，对，我有买了。哦，所以我有买了，我就可以不用买这个了，是不是？你就不用买这个了。还是可以再买啊！问一下 DC 朋友，确定一下答案再跟你讲。哦，那我再确认一下。那我贴在综合聊天室。这个夜猫，这个吗？你看，挖不起来，挖不起来，所以我才想要。所以我才想要先挖矿，不然看到矿不能挖，好痛苦哦。这是增加空间的，增加什么空间？
什么空间？包包仓库？那跟刚刚商店页面卖的一样，哦、可以一直买。2.99 美，可是价格不一样，这个2.99美。哦，所以是不一样的东西，我还是可以再买就对了。哦，还是说这个第100块的包包是便宜啊，第二个以上都要开始就收钱。金币那个是只能用在这个赛季哦。所以这个，哇靠！那这个嘞？那这个买的也是永久的吗？不便宜耶，这个500多块台币耶。500多台币耶、欸，哦，那四级有卖，我觉得合理很多。我想说这东西。一卖，而且才卖18块，太便宜了吧？啊，没料！啊，万人安安，嗯，买套组，你说全部买哦、喔？啊，你钱太多哦、喔，要跟我说欸。所以现在66块的可以再买一只，我66块的。套组700块而已。哦，你是说所有 DLC 新增的那个吗？还是哪一个？你说所有角色 DLC 那些东西吗？包括 skin 那些吗？还是就是卖套组？平地耳其实要700块，那我觉得很便宜，很划算耶。哇，我拿到一个副手的装备。不是副手，原来是饰品啊。嗯，我刚刚 PO 了，我们买不了了。他在算之前就在偷。你刚刚 PO 的，我们买不了了，什么意思？之前套组里面了，所以我问一下，你现在
你现在身上包包有几个？就是300个吗？还是200个？哇，你又说你刚刚说什么？跳出买了。我们套组里面，你是不是打错字啊？200吧，包包200，哦，那就好啦。还是因为还是那个套组里面没有算这个啊。硬币那个算物品，然后它可以让你无限叠上去，这好贵哦！哎，比 POE 还贵，也不是说比 POE 还贵啦。它虽然 POE 没办法增加自己身上包包的量，可是加一次就要280多块钱，然后结束后又没有了，扔水沟。看你对这款游戏有没有爱喽。有是有啦，可是爱不会到这样子。夜猫，你现在是拿双手的，像弓还是就是枪跟盾那样子打？你拿弓，哦。拿伤害最高的，玩这款游戏小心被锁。这款游戏最大的缺点就是乱锁人，怎么锁？所以我才不喜欢跟路人玩啊。哦，你是说像在大厅的时候，然后会有？可以看玩家资讯那种东西吗？还是进去别人房间然后锁人？哇，很强人所难，强人所难。你身上太多钱，等级太高，他冲动太快，都会怕你外挂。哦，那不用担心啊，我爬那么慢，还要人家带，哦，人家带也算吗？我在巴哈有看到什么箱子，什么海豹箱子还是什么？你练等太慢吗？你是回锅玩家但练等太慢吗？还是说你是回锅玩家但是不懂怎么玩吗？叶安安。快点，快点！金矿，金矿！等等经理了，要上班。好的，拜拜。啊！拿弓伤害最高的哦。所以我要抛弃红色盾牌，改拿这个啊，会比较痛吗？这个不会比较痛，什么意思？想问一下，什么意思？你说我换成盾牌后？你要看蓝字属性伤害，哦，对啊，因为我，怎么说？我稍早有问那个啊，他说，要怎么讲？因为每个人玩法不一样嘛。我问到的资讯是，
不用特地叠那个闪电伤害。哎、欸，那我问一下，那我要叠什么？全属性跟闪电伤害吗？是吗？所以我叠力量是没有用的，你不吃雷电是元素伤害啊，不然这个电是假的哦、喔，元素伤害，好，我懂了，难怪我一直觉得我伤害又起不来了，所以我是要找元素伤害来叠哦、喔，好，感谢。你先下了，拜拜。好，元素伤害，元素伤害装备也会有吗？元素伤害翻译不优秀，元素伤害转过来应该叫做所有伤害，所有伤害哦、喔。哎、欸，这个、喔。元素伤害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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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下次重玩我就知道了。元素伤害那个挺香的。好，封面瀑布真可爱。开玩笑，那谁？我想他的商品卖的比我好哎、欸。然后他之前的那个手机支架那个是唯一里面做了第二次的东西，只有他啦。第一那时候只有卖他，只有卖我自己。你叠的话有力量、物理伤害、元素伤害这三种，力量、物理伤害、元素伤害。所以弓箭刚刚为什么说不要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力量比较低。那我主这也很难讲吧，你看这边有物理伤害啊，这边力量又变少，换上去力量又变少，是怎么抉择？我去打稻草了，我的也不行耶，为什么？对不对？就是要去装那个啊，简体中文的字体啊，这个我那时候好像是秀秀帮我用半天，我才弄出来的。不然我那时候也看不懂。那个，你打恐鬼阵，然后中那个什么中文巴哈，就有中文语音巴哈之类就有了。你这样子的话，我等一下关台再来。有啊，巴哈有文章，对啊，知道有啊。来干，我进来干嘛？这边没矿啊，这边没有矿，出去。现在挖100个矿很，还要再挖100个矿，看一下哦、喔。一，啊，为什么属性变低？哦，423哦，快了，富士山的部分比较快，我知道啊，他、啊、那时候又看到有人是推那个，就是刚刚我做的那四张图啊，想说那就绕，其实我会推100等前先不用管装备，因为地狱后的装备身上很快就换了，我知道啊，这个我知道，你知道以前
以前英雄围城上限是、等级上限是150等嘛，我那时候也练，那时候就是130，也就是开始卡等卡超久。然后当你有一只150等的角色之后，你练小带别人练的时候就超快，两个小时就可以150。而且以前有张地图，超就是一个火车地图，现在改了。以前一个火车地图，它是只有从左到右而已，很简单，然后怪又很密。我就开那一张，用弓箭手。弓箭手以前是全屏扫射，就你看到整个画面都是箭雨，然后用那个在那边扫清怪练的。然后以前弓箭手的伤害又是那个攻击画面又是半张荧幕。那时候很好练，对吧、啊？现在没了啦，现在越变越不像以前的英雄为主。二伯，同时投票。那时候我就不理解为什么他有个挖矿的系统，干嘛挖矿啊？我还想想也好啦，挖矿也还是可以赚钱，哎呦呀，还可以买装备。那时候商店买药水买遗物，对啊，有地下商店可以买耶，好怀念哦、喔。你知道以前就是像类似这种东西，然后它就是可以进去里面，哦，它要花一把钥匙，然后进去里面，里面可以买药水、遗物跟那个看你有没有要升级什么技能之类的能力啦。以前就是。那个输出就那个攻击手就点力量啊，智慧就是加敏那个智力啊，这样子。下面再洗。佩佩猪，而且以前的药水，哦，跟那位这一季加入的说一下，以前的药水不是像左上角那样子，而也像那样子啦，就是你可以随时喝，可是那时候药水都是问号问号，我有死了，然后你要喝过一次那个口味。你才会知道下一次捡到的药水是什么。然后不是有个道具是幸运草吗？这个幸运草，你喝的药水会全部都是正面 buff。然后重点是那个是永久属性加上去的，所以你现在喝下去是加力量2，那就永久加上去。然后以前就是会一直在刷药水、洗药水。感觉很像不同游戏了，对啊，而且最早以前英雄围城不是这样子的、欸，英雄围城以前是跟守塔一样，就是它每轮都有一波一波的怪，就是它会有20波怪，所以通常你打完第一大关就是等一下哦、喔，最初版的英雄围城是，你打完这个第一小关哦、喔，以前只有到第那个到富士山这边，那后面这两关也是 DLC 才慢慢出的。然后以前这张地图，你打完一轮要花20分钟，就是它倒数时间是每一回你要打，你全部怪打完之后，它才会倒数20秒。那20秒
倒数完之后，怪才会陆续出来，就上下左右这样分别出来，然后一样清完之后，然后再继续倒数20秒，总共要20轮。所以以前打完一关都要超久，所以最好就是4个人组满，一人守一路这样子。那之后才会，之后有个版本更新之后是，你可以按空白键，空白键可以加快那个直接跳过倒数，或是直接让下一轮的怪直接出来。所以那时候想要快点的话，就是你直接空白键按20下，就20轮的怪全部出来。嘿，然后出来之后才会有下一关。啊，夜猫说的每一小关有个小 boss， 那是之后。之后有一次另外一个改版就是，20轮之后啊，然后地图要去找一个地上会有一些那个类似血画过的五芒星，然后你要去踩过它，然后会有一个小 boss 过来跟你打，打过之后你下一关的门才会出来。嘿，那之后咧，他拔掉了那个一波一波的怪，然后改成地图上就是那么多的怪，然后他会跟你讲说你要清，地图上会有一比如150只怪，然后你要清130只怪你才能开启这个门。对，然后后面就慢慢变成像这样子了，要自己去找点，然后踩传送门。现在很像低配版 POE， 对啊，所以会开始被比较啊，说这款游戏已经不像游戏了，已经不像以前的游戏嘛，然后又拿去跟 POE 暗黑比较啊，可是会比较，你看他现在伺服器其实还是超多人在玩欸。我那时候回来就想说奇怪，太久没玩了还是怎样啊， POE 怎么变，不是 POE 啊，对不起，英雄围城怎么变那么奇怪？喂，就很纳闷，怎么跟我以前玩的不一样？然后又不像魔兽世界，魔兽世界也是每次改版，每次都不一样，很像在平行时空玩微改的游戏。那时候每次只要一更新，一大改的时候。就版本提升的时候，每次版本提升，我都会再重练一只小号，因为那时候他每次一这样改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是一个空装账号，有等级没有技术，然后再重练一只小号重玩，去研究一下那个技能怎么接还是什么的，不然一开始给你太多技能，你也不知道怎么接。就像游戏王吧，游戏王你一开始手上都是五星六星的卡啊，你不知道怎么办啊，你就抽不出去。没错，对吧？那时候盗贼练了一大堆。那时候有一次，我是从巫妖王的东奇开始玩，然后巫妖王再來就是那个嘛。那个死亡之翼，在潘达利亚，我个别在练的那个盗贼各两次，再各一次。只有一个角色不用练，就是法师。但法师真的很无脑，你知道，一个奥数法一个键一直狂按就好了，按一按啊，东西自动会喷出去。哦，好，没事了。哦，不过他以前改这样子，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是那个啦，那个你不用再回家学技能，不然以前打一打升级哦，你可以学下一个技能啊，又要花钱了，存不了钱，以前钱好难赚哦，我不要重置，一开始兵法吃香是暴击啊。哦，差30颗，差30颗，加油！快可以换游戏了，各位撑住！欸，还有什么职业可以就是逛街啊？我
本来这一次回来想要先玩那个恶魔，黑色恶魔那一只啊，毕竟人家内件可以飞嘛。单火死灵啊，对，还有死灵。我之前回归的时候就是玩死灵，我那时候玩的好轻松，我想说这款游戏怎么变那么简单？啊，当那个等级升上去开始卡等的时候，发现哦，干死灵怎么那么难玩？单火是为什么啊？哪一招？他也是技能放下去之后逛街吗？那只你会很痛苦，哪一只？哦，你是说那个恶魔吗？没有，我会想玩恶魔，是因为以前恶魔就是很 OP 啊。恶魔就是你只要无脑堆能量，然后经过 BOSS 旁边点一下技能 ，BOSS 就不见了。以前就是你撑魔量，魔量等于是你的伤害啊。它是用魔量来换输出，啊，反正是你丢完那一招，你就是整个变废物，你要重新回魔。单火有一个圆圈圈的光环，在光环里面，哦，正火，好好好，也是最后等级的吗？还是前面就可以拿到了？这是46等。恶魔之子现在好痛苦，100后发现这只好难玩。他就变仓库了。啊，你玩很多只吗？会不会很累啊？你一直练到满等大概多久？还是现在会玩的时候都去蹭人家地？你练到100等10分钟，为什么？人家带吗？我办到的，请教我，谢谢。首先你要先有一只100等，对不对？这样小鱼就不会说烂游戏，朋友附带就可以了。哦，懂了懂了。对嘛，那跟以前一样啊，可恶。以前就是开虫洞开到超级高的，然后。啊，不行不行，以前不行开虫洞，还是现在也不行啊，就是等级太低，虫洞进不去。因为很早以前有一次是，那时候不知道发生什么原因，等级很高的可以进去虫洞，然后等级低的也会被拉进去。那有更好的方法？什么方法？先带到地狱，直接进阳关哦。现在阳关怎么进啊？以前的话是收集那个 BOSS 的那个碎片，啊，现在怎么进去？地图随机出现吗？以前我为了刷阳关，就是拼命去打1到5关的 BOSS。收集他们的碎片去开。那阳关是靠云钥匙进去，那钥匙怎么来？欸，这个火山有固定哦，好，随机没事了。区域所有小怪都会掉哦，地狱哦，区域好、哦，然后顺便学一学，之后可以带小鱼他们。
没进地狱不太好玩。好。那我明天再去地狱玩。有啊，之前那个我的死灵就是玩到地狱，之前啊，好像两年前吧，玩到地狱玩不下去了，我怪打不动，都是我在死。就那时候就一直很纳闷，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这游戏那么难玩？前面不是很轻松吗？啊，怎么现在死成这副鸟样？我好像可以挖矿了。500了，500了，我可以挖红矿了，输赢啦。玩这游戏机那时候，现在也会发生这情况，哪个情况？对不起。刚聊到什么？刚聊了什么？对不起，主播老了，主播真的年纪大了，记忆力不好。嗯，晚安。难度直接飙到500。哦，就是会显得无力感。讲真的，如果以这个时间的新手没人带，地狱会过不了，因为所有装备的钱都膨胀。对啊，就是你越慢入坑，会有两个状况嘛，就是已经大家都玩的差不多了，可能装备会掉价，再来就是有人就觉得说大家都已经玩到这个时间，应该没有新手会来玩。问个问题，这要怎么进去啊？哦，白痴的，不是这个啊，是那时候不是那个谁哪一关？第二关，他不是要一个钥匙进去吗？那如果那个钥匙没有的话怎么办？就是那个任务解完了，还有遇到那个地牢，对对，矿场，没有错，任务才会送钥匙，所以下次看到就不用理他了，直接走。我想说，今天开台前又遇到，我说，哇，怎么办啊？我没钥匙了，我要怎么玩？四元裂缝，啊，这个再有问题是应该是蛮后期的，就是为什么我会有红色之外的装备啦？我看到有好像水蓝色还是青色的装备，那个是也是打后面那种诡异地图的吗？可以打到他的钥匙，哦。好吧，反正每款游戏都一样，满等才是开始。哦，有套装哦，哦，有，我有看到那个解说什么，专门给什么职业的，又是打武器，腰带。
绿色全部是套装，地狱后才会有绿色以后的装备。哦，我还有最早以前的那个英雄围城，那个它后面不是有个蓝色的等级吗？以前还没有，以前就是只是装备等装备会越打越强，所以你的小号只要150级，你可以拿一个突然拿到那个超高等那个难度的装备，然后后面改了有那种巅峰等级之后，就是它后面有挂号要5等才能拿，6等才能拿。我就整个飞掉了，就整个游戏中难玩。皇宫，现在装备就是100巅峰等级吧？啊，不是，它会有个什么关卡1-5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啊，不是，之前好像有个关卡，然后关卡等级不够不给你装，对不对？装备强化的，哦，原来关卡是这个意思哦，这翻译真的是难过哎。这样怎么讲？像光遇吧，要推这款游戏，我是觉得真的要有爱，因为每款游戏就是有每款游戏的。游戏方式、游戏内容跟游戏玩法，啊，虽然他是做的真的像 POE 跟暗黑没错，毕竟挖宝类游戏的始祖就是那个暗黑啊，啊，你也可以说 POE 是抄袭暗黑没错嘛，啊，但是反而玩 POE 的会比暗黑还要多啊。所以有些游戏就不要刻意去比较啦。然后再要我推这款游戏，我又不太好推，因为首先来讲它的字体问题，因为对，影月有帮我们找到那个巴哈上面有一个优化的字体，就是这字体看起来比较清楚一些，不会那么挤。那再来是它游戏操作内容会有点不知道干嘛。因为怎么讲，POE 有主线啊，然后暗黑其实有主线，但是最后最终都还是逃不了刷装那些命运啊。这游戏就是打宝刷装啊，让你越来越强。哦，再来，我还搞不懂是，我那时候玩的时候还没，不，回锅的时候才有的东西就是江千潮。你可以把所有技能跟武功什么普攻吧，怎么改？我按到快酸死了。所有技能跟普攻都可以去改左右键。哦，选项控制吗？用技能一。这样子吗？啊、哦，舒服多了。我想说，看走路就 Q W E R， A W S D， 啊，我哪来多的手按 A 一二三四啊？天哪、啊！没魔了啦！
啊，夜猫，你是上面的技能会放什么？你会放炮台吧？等一下，我怎么在打吗？你别管，我的手在玩，我的脚可以打吗？怎么左键掉啊？那怎么拉掉？还是放一样的技能就好？不好用的技能，我不知道哪个不好用欸。那这样就好了。个人建议留无人机就好哦，所以炮台没有用哦，它不会回血跟加攻速吗？好的，那来个人建议的你，这个有没有必要点？请问我的点法是不是这个可以投资在这个上面，还是根本不需要？可是我人位一直跑，我可以是躲在里面啊。还是其实我不知道，等我看一下我的。好，你先慢慢看。因为我知道这个耗魔超凶啊，可是会投资，所以其实这样点法没错嘛。好了，多点点人影，记得全兵哦！不行不行不行，要去兵。我现在真的要顾身体。哎，原来我拿到这个哦。最左下跟最后一招都会点满，还有右下也会点满。右下，哎靠！谢谢欧元爸爸。这个吗？你是说投资就是这两个跟这两个吗？不是不是，这个跟这两个，反正就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这三个。哦，没错，这样就好。哦，好好好好，没有，就是夜猫教我点的啦。好，然后你是说，好好，没事没事，我觉得还好啦，是十二魔。不然花很快。我都喝无糖全冰，你喝水吧。我们宝宝，你喝水吧，无糖全冰，不是水是什么？你喝全糖无冰什么东西？我喝无糖冰的，白痴！我想说，我叫做无糖我刚刚说什么？全冰无糖吗？一出门五秒内裤就湿了，你要包尿布咯。还是我攻击跟移动键可以放在一起啊？我就真的这样就好了，是不是？选项控制，
哦，对耶，这也可以拿掉哈。三。干，他不是结束了，糟糕了，我死了，没事，我的筋斗云又没了，我想要一直掉啪啪啪啪啪啪啪的声音，没事没事没事，继续控制，然后，移动。返回，哦，这样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好诶，好诶，世界冠军，世界冠军，没事啊。现在，因为那个谁，我们早期英雄围城，他不是，他是那个遗物大于装备的时代。你只要有一件关键性的遗物，你就真的是起飞了。你前面都稳稳过了，那现在不一样。现在我觉得死掉那些喷的遗物，觉得得失心不会那么重了。以前喷了一下死掉，我真的不想玩这款游戏。来说，其实现在也是一样，我还没有体验到而已。我还是改那个好了。先改回来。这样。返回。老滑鼠游戏，我看综艺之后，快跟冰饮料冰淇淋绝缘了。他们就是说啊，你不能喝冰的啊，有的炸的冰的不要喝啊。反正去看综艺就只会跟就会跟你讲说不能喝冰的啊，冰的伤身，对不对？啊，确实也是这样子啊，我都可以当综艺的。我每次看综艺第一件事情跟我讲说。冰的不要吃，炸的冰的、炸的、辣的、油的都不要吃。哎、欸，讲到我都可以当中医了、欸，我都知道我都知道我自己症状是什么了，对不对？我根本不用看医生啊，对不对，小鱼？逛街模拟器，
还建议我多喝温开水。对啊，你看，女生最不爱听的东西，中医说给你听。啊，多喝温水，少熬夜，压力不要那么大。当火师绰号叫走路模拟器，真的假的？好，下一季就玩它了。走路我最爱了，我最爱走路了，我爱走路，走路爱我。哎、欸，小玉，你下一次玩，你下一季玩沾火师啊，不要再玩白巫师还是什么白法师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走路，我们一起，我们一起来玩健身环。好，都听你的，那你给我躺好，不要那么累，躺着玩游戏。先不要。不是，啊你咧，啊你研究好了没？中文，不然到时候就只有安妮跟无界，哎、欸，我这次讲对了吧？无界吧，到时候就安妮跟无界两个人在玩，他们两个就只能在旁边瑟瑟发抖。嗯，原本这个技能是干嘛？嗯，你还在上班哦？好吧，那你有没有考虑躺着赚呢？哎、欸，三点的时候我会开光遇啦，就是去给你们看一下复刻过的样子，因为我自己也没看过，因为这只就是。我当时回去玩的，我开始玩的时候的第一个季节东西，想说，我想分享给大家看看那个不用花白蜡复刻样子会长怎样。你有喝纯麦屋日本人茶的，就乌龙茶。你也想躺着啊？没本钱哦，好吧。三点你会等我，等什么？你要等什么？你昨天还跟呆鱼一起去跑图，看吧，他昨天还在聊天室说，我都带你跑图还不够爱你吗？我都有在看哦。好扯，一个说爱我，两个说爱我的，两个彼此在那边爱来爱去的哦。还是克洛伊对我最专情，虽然他好像现在不在了，对，他是真的很坚持，每次我的告白他都拒绝，就跟我没有，我也没有对那个吧，对番茄，对不对？番茄，我也没有每次都对你那么狠吧，对不对？昨天克洛伊就是不要。你走开，不要！你还是爱我的，没有？你们昨天在那边，你在刷岛民的时候，我都在看，好吗？啊，异国岛民嘛，刷到两次巧扣嘛，我都有在看呐、啊。哎，不要觉得感觉像抓奸现场啊！不要那么压力，好不好？啊，
欸，我踩了欸，海神殿了吗？以前大麦在锅子里炒香后泡来喝，哦，那个味道真的很香欸。汤，没事，无名口的，我想无名人口是什么？无名口的，无名 CD 好了、喔。他、啊、晚上抓鬼自己看着办啊！哦，晚上抓鬼自己看着办，你是不是延迟啊？又成，有人可以打字跟他讲一下，重整一下吗？他延迟的有点夸张哦。我们抓鬼的话题应该已经过了六七分钟了吧？伊洛夫，什么鬼东西？可以打中文吗？啊，游戏名称就是英文啊，我怎么打中文？啊，他游戏翻译叫什么？还是没变。哦，你们认识 ？Watch， 喂 ，Watch， 哦，这是什么袖珍宝啊？白痴哦，这一款哦，铁锤守卫它有新增第一个。哦，我离开后还是有多一个 DLC 啦。88，可以回家换装备啦。88，80。手套，还是脚？能量，有东西。哦。
像这个你会怎么选啊？你会选力量522还是物理伤害503？像这种的话，请问是力量大于物理伤害，还是物理伤害大于力量？A B I L I T Y 这种意思，什么 power？我关到灯了，白痴哦、喔！哎咻，普攻伤害，好，普攻伤害还是比较高，就对。你就关灯抓鬼，有什么问题？晚上抓鬼，你就不要靠近我，不然就把鬼引过来，要死一起死。嗯，现在在游玩《光遇的深渊记》哦。自爆的概念嘛，我其实挺怕这款游戏的，哎，但是我想不开。你怎么会想不开要玩这个啊？像。那也是袂亏，嗨，真喜安安，真喜你好，哦你好，真喜，通通卖掉，别论。哎、欸，我之前有个88等的，怎么都不见了？啊，磨练到88等的东西，你可以考虑载繁中包。我繁中包，你是说八鬼还是这块？巴哈上游嘛，那时候有。那夜猫你丢给我啊！你看我当小丑当这么久，不会丢给我？我在这里。你没载，我去找一下。
要有繁中包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怎么被当小丑在玩，在耍？啊，这样好像懂了之后，这两个就没什么用了，丢掉，卖掉，要卖掉。哦，快两点了，快两点了。先说拜拜，要忙了，可能随时睡着。好，我想睡觉。哦，还有两大关呢。好吧，拜拜。教主，话说教主到了现在，我们玩什么？跟你们玩？我会玩啊，哦，你是说会一起玩吗？也不用一起啦，就是有空就先玩又没关系。你看早点等高一点，可以早点带人，对不对？那你先偷跑好了，跑什么东西？你跑啊，没关系啊，你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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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哎，啊，这边柱子也太多了吧，白痴哦！干嘛？柱子那么多？气死人！5月3号礼拜几？
你在等小鱼上线，他们才玩。没事啊。他只是测试。哦。我那时候捡到这个，我很开心，因为这个跟，欸，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一样的东西，就是他以前这个图案的道具是箭矢会自动追踪，然后那时候捡到很开心，就丢出去，他怎么是躲猫猫什么鬼东西？可是我想要打二欸，现在吗？还是你是说目前是欧打二大于？以前遗物都很强嘛，我是觉得都很强。遗物以前真的，你只要有以前有一个，我现在没有刷到啦，它是一把裂掉的剑，然后攻击有机会造成附近有龙卷风，然后通常那个龙卷风一刮到 BOSS 几乎都是死掉的，所以我们都在开网之前下面空挥空挥空挥，挥到龙卷风出来的时候马上接近 BOSS， 然后 BOSS 都死掉了。啊！可是现在很多遗物都很多遗物都消弱很多了、啊，所以才会说以前死掉后遗物喷光，那时候我们就不想玩，尤其是小鱼啊，小鱼那时候真的太难过了。大概那时候啊几个礼拜、欸，里面应该也有快两个礼拜吧，没有想玩英雄围城。哦，我怎么安慰都没有用、欸。我要靠装备，对啊，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他小鱼说，现在英雄围城是靠就装备大于遗物的时代，所以东西喷了我觉得还好。要么是我的玩游戏的心态变了，要么就是游戏真的就是。
反正都弄好了，很好装吗？覆盖覆盖而已吧。那等我打完沙弹哦，沙弹。啊，是的，那你先贴在闲聊区，等下去看。哎、欸，阿奈伯，哎、欸。打眼，打眼，大打眼。你现在这走到迷路哪里？刚刚那里啊？没。这个 POE 很像啊，就只是那一点点、那一点点的小缝，小缝没有了，没有去绕，那一条路就是要走的路。全天速步每秒攻击速度搜刮者元素伤害重要，你不是要做加彩绘哦。Hello， 哦不行，我好呛哦，快睡着了哎。再跟那个谁说一下，以前的版本
有个很北兰的东西。以前传送门不用按，不用按。以前传送门是你只要轻轻一靠近，就被传过去。所以那时候掉落物都掉在门附近，我们不很常不小心，就是一靠到门，红色装备那些都没捡到。哎，哎，好，我换一下繁中看看。那不就很长，不小心走。对啊，回不去啊，回不去。我们都只能哦 QQ，因为之前有太多干爹也是跟我玩这款游戏，玩到火气很大，我就觉得很挫折，我就是不太敢再推这款游戏给一些比较可能得失心太重的干爹。你这个是把那个 TCC 覆盖过去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你是覆盖哪个档案呢、啊？我记得你这个是不是只要 还是都要丢？等一下哦，本机档案，因为你这个该不会是跟我找那个音乐找给我的一样吧？只是那时候他是我看他推荐是什么 TCC 文字档还是什么备份资料夹浏览。TXTCC 不止九个 ES 要覆盖，有九个哦。你怎么覆盖的、啊？看一下哦。英雄围放在 BI 的里面对不对？那好像一样的东西。中文加。看最下面那个英文不要在，看最下面什么？你说 TFF 不要在，其他都要在吗？哎、欸，是里面的资料夹通通拉出来吗？有，总共六个哦。我缺的是啊，一二三四六七八，哎，夜猫夜猫夜猫，哪一个啊？你要不要进 DC？我分享画面，你帮我看，还是六个忘记了？应该是六个吧？有 T 叉叉啊，夜猫什么 T 叉叉？哎、欸，哪一个啊？我是要盖哪一个？我看一下，哎、欸，盖你声音怎么变那么多？你 TCC 跟语言跟繁中语言那两个都要解开啊。TCC 跟繁中语言，对，那两个都要。这个我载过了，这个载过了。等一下哦，这里嘛。取代，然后这个丢进去，哦，我这个就没有丢了，这样就好了吗？哎呀，干温，好，拜。拜拜。令我太意外了，是夜猫声音变太多了吧？哦，原来我少装了这个哦，我再看看，因为我只装了字体包而已。哎呦，好像快可以打地狱哦。变超多，对不对？以前应该是那种清纯，也不是清纯，
还是你有去做牙齿矫正之类的啊？我感觉你那种龅牙的声音好像没了、欸。你今后打开包包选项看，这才是正常游戏。进去，有地狱难度了哎、欸！等一下哦、喔，你呀、啊，打开包包，哎、欸，差不多啊，感觉差不多哎、欸，只是应该有翻译到一些字吧？那请问现在的画面跟你们的画面是一样的吗？我好像没变，对啊，怎么会？购物字体会帮你变回来。那请问那个幻术师的技能介绍会变吗？所以夜猫你的字体是长怎样？一样了，你看最下面关卡变成等级了。哪里有关卡？最下面关卡。哦，反正有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好好好好。有啦，就是。有等级变关卡了，关卡变等级了，一杠那个。哦，有哎、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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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白痴，烂翻译，真是烂翻译。确认。你该去地狱逛街了吧？哎、欸，所以我不用这个难度通关一次吗？可以不用了是不是？所以我就不用在这个难度再浪费时间了是不是？活动打完了，谢谢。我想说，我这个模式打完，最后一个关卡，你说我现在吗？我现在就不用打了，是不是？好吧，既然你们都跟我说了，好吧。建立地狱。哎、欸，逛街逛街呀、yeah ！来，我们要去投胎啦，献祭咯。那是第五关卡。哎、欸，其实我跟你说，其实从第五关开始都是第五关卡，而现在可能就是因为没有人玩了，所以导致变成
不是没人玩啊，就是可能就是游戏也久了，然后导致就是后面就是已经开始出尘，痛痛痛，果然很痛，还是很痛，救我，呆鱼救我！哎，我等一下就把难度调回来好了，先清完这一波。呆鱼救我，呆鱼！哦不不不，他要教我做人了，他要教我做人了，不不不不不，不不救我！我的滑鼠，我的滑鼠，找滑鼠游戏。啊呜！要死了，要死了！你开难度一，好，我开。你要搭上百快车吗？你愿意带我吗？要怎么找你的房间啊？好，我要搭，带我，我想上百。阳春哦，有时候看到这些都可以进去是不是？然后嘞，点它吗？右键进去是不是？我也要殴打，什么你要殴打？你要打 Overwatch 2哦？去啊去啊！你等等邀请我，好啊。有一九，白痴，你少打一个 O 是不是？接受。那个夜猫，你看可不可以找到这个？哇，84哎，哇哦！夜猫，你看可不可以找到这个人的 ID？ 你有密码吗？右下。哇，你等下可以顺便……哎呦喂啊！怎么？我竟然没有来过这里？我是不是很靠近你啊？但是没经验啊。等一下，我的队友，你太快了，我的队友。嗯。你到底是什么职业啊？哦哦哦哦哦！你有邀请他？你给我夜猫 ID， 哎、欸、，ID 多少？你 ID 多少？你把 ID 打在那个啦，聊天室，他邀你。那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投票吗？哦，我刚以为他是白巫师，因为看他下面有光环。哎呦！
问一下哦，现在哪个伺服器比较稳啊？不然打成这样，你应该也不好带吧？哦，就这个追踪子弹啊，拿到了，拿到了，拿到了，好喂，好喂。看我子弹会转弯了，东西。光环是装备哦，丢丢丢丢，白痴，还没打死哦！看我进干嘛？啊！会交易吗？不会。点你头像右键吗？不是，不是。左上角点开同意。左上角。啊？哦，这个哦。交易。Pistol。啊，不是，谢谢哦。啊，你用不到、哦。等一下，你说你这一季开始玩，可是。你这一季开始好像可以玩到84等哦、喔，太猛了吧！我之前玩那么久，巅峰等级也才几等啊，二十几而已耶、欸。哇，看来玩游戏真的是很烂耶、欸！你顶装了。哇，这就是让我想到一首歌，无敌是那么的寂寞。
哦，然后以前就是拿到像圣经啊或筋斗云那种东西，死掉之后我们就会哭了，不能飞了，还有那个切断脚的。他说只要小鱼拿到那个会断脚胶的，他就很开心。不需要脚。他的聘是假的，这样子哦、喔。可是那时候跟允月哈基他们玩的时候，真的会很卡、欸。房主的话不就要看聘哦、喔？没事，那你没事就好，怕是你玩的会出事。破万感染了啊！也没办法、啊。我刚其实看着破万感谢，我想说你怎么破万了？我才发现，我在讲他小，我就破万感谢你好好说话。叮，欸，是只有这一张才会原图都吸得到吗？因为以前英雄围城。你一定要在，你不能离太远，不然会没经验啊。全图都是真的假的？欸，这么棒哦！好扯哦，看起来就好帅哦。要装备吗？有很多新手装备是可以啦，因为也是赛季也快没了。想说如果是赛季刚开始的话，我也会说好啦。
那我先把东西卖一卖，等一下。啊啊！哎、欸，好了。这是怎么交易啊？左上角，点，点，嗯，哦，谢谢。晚点丢给夜猫。谢谢你。我那边是两份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等一下丢给他。他喜欢拿我拿过的。等一下哦，夜猫来。我乖一个装备啊！哎，开始。哪一个啊？哎，没了吧？啊，不够。哦，夜猫，你耗子尾汁哦，你走咯，你怎么在我前面？摇车，哎、欸，你有没有捡到啊？夜猫，刚丢在地上，你有没有捡到、啊？两个哦，那对对对对对。嗯，工程装备先买三件穿，先买三件穿，哇，傻眼，游牧民族的裤子、腰。这太吵了吧，哦，又是他哦，哦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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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以前那个主动道具。不行，他好，没事。谢谢，谢谢你。还好有开台，学到好多。谢了，谢了，谢了。那东西好欠揍，他还有主动道具的哎、欸、夜猫还没结束哦。配音音效器可以全部关掉。
形象，哪一个？是哪一个啊？哦，配音哦。啊。在一场商业猫破百就先收工喽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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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不然先到一百等不到几天。你骗我！要进去关。影像、音频，这个吗？好，试试看。哦，有了，关掉了，关掉了。哦、他去打人呢，好扯哦。真的很欠，哎呦呀！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感谢你。欸，像这种洞要怎么擦？不是啊，要怎么挑？因为之前 POE 其实也都没有在管这个，都是人家弄好好的给我，这是比较强的红装。我没有说这个洞呢、啊，增强，插槽。哦，哦哦，那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没事，那我懂了，没事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是什么？工程师吊坠。我才哎，夜猫，夜猫来吧，点他装上去，你也开始吵了，多就对了，谢谢你哎，谢谢谢谢。那请问，这点满了要点哪一个？再要点哪一个？哦，被动点嘛，点这个吧，是吧？还是这个？哎、欸，应该点这个吧，是吗？点剑雨哦，好的，谢谢，谢谢你。
增加你的力量，增加你的能量。那、啊、我哪边有点数可以配啊？哦，我现在有十点，是不是？啊？如果我想问的遇到问题，或巴哈那个 DC 也可以。巴哈那个 DC， 我应该是不会去问啊。我本身不是很喜欢去问人东西这样。你建议进 DC 吗？什么 DC？海报那个，如果想找配点，哦，那个是你们的啊、哦，是吗？我有看到海报那个 DC 啊，啊、哦，海报的，我知道海报的啊。还是你可以给我你的 DC。你打在这边，我等一下帮你回收。你看，你先打你的 DC 在这边给，然后后面加一长串很长串的那个很长串的数字，这样子不会公开出来，然后我自己这边也看得到。就你可能后面打个你的 DC 嘛，可能叫陈红嘛，然后井多少多少，然后空白就可能打个五次、六次、八七这样子。哦，你那边有在哦，应该说我是其中一员，里面就是几十个顶装的，像帮忙带新手，也只是希望这款游戏的新手玩得下去啊，不然这款好玩。是啊，没办法，这款你可以 take 成。好，那如果我之后有进去的话，我再去问问你。不然就打个进字，哪个字等于等于哦、喔，然后就被 ban 掉吗？哎、欸，对，好像也可以。我想说，为什么无人机是骷髅头？对呢，我这只是希瓦纳斯哦。不要双等于，不会啦，不是靠呀，我是说这款游戏我至少还是会玩下去啦，不会说玩一下不玩，因为我是真的很想要，好好玩玩，好好玩有玩，但是好好玩过这游戏吧，玩之前真的都没有在玩，就很难过。好，去逛个街，等一下换光遇。离开，你看，不然之前玩到以为自己玩很高了，有那时候，等一下哦，那时候很早期的时候，那时候好像四十级吧，这个巅峰等级我那时候四十，然后结果随随便便就看到这边排名都已经，五百多六百多，我就哇，不同程度哦，怎么差那么多、哦？刷新啊！你是怎么知道我这个频道？因为我其实玩英雄围城的次数很少，实况玩的次数很少。之前都练一练，大家离开了，对啊，就陆续都没玩了、啊，我就很难过啊。哦，不行，250等，我先退，我先，哎、欸，好像可以。
等一下哦，把这关掉。你刚刚点的那个全部也都是我们 DC 的，点什么？你说点法吗？你也是从菜渣创世神看到现在的，我看的那几个人，哪几个人？哦，排名哦，死了，没了，重生，哦有欸，变中文了，上剑诗人，看来我还是太难度一，好。录音 ，OK。那些都是海报区的。哎呦，你是从菜渣看到现在？哇，那请问你，那你潜水很久欸，我对你真的是完全没印象的观众，还是刚好是看到标题？请问你什么？多大？欸，终于有任务了吗？一想进入 T 城，正在等待玩家加入。哦，我没有起司，我、哦、还要起司哦，哪里拿起司？要钥匙，一样钥匙就是打怪掉吗？好。啊，谢谢。啊，明天再来逛街，晚点我光遇完之后还要去弄那个抓鬼，抓鬼用完再来，啊有有有有，抓鬼再来，你知道原本没有想要实况这款游戏，是因为，玩了这款游戏之后，聊天室会很安静嘛，毕竟看不懂，都拿来挂台平台这样而已。我能体谅啊，毕竟真的是看不懂。像菜渣之前玩《魔物猎人》，我那时候还没开始摸的时候，我也是不懂，然后就是顶多挂台，就是没有在聊天室打，真的看不懂。等开始接触《魔物猎人》之后，就哦，好好玩哦。那、啊，但是就是会觉得聊天室就是只是在看而已，有时候看不懂可能就离开了，观众就会很少。然后今天早上就是完了，就逛街逛了两个小时，还想说哦好啦，不然开个台好了，反正也不知道干嘛。那现在那时候在想说要睡又不行睡，然后今天逛又有复刻。对啊，哪知道开个台，你就来看了。大学而已哦，哇！那你从国小看到大学的吧？天哪！
那请问蔡渣那时候在玩那个，玩那个什么抓鬼的时候，你也在看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我从国小看到现在，我没有错，对吧？因为其实我其实这边有很多观众是从国小、国中陪我到现在的，对，那也有几个是从，小时候陪我到现在18岁，就像我的管理员，对，那个小鱼，他从他还是小朋友的时候陪我到现在18岁。还有那么小？有啊，那小可爱、欸。我是无敌的无敌，因为我是那种潜水的，比较喜欢看不好意思互动。最近刚好你在实况这个，就有一个互动是吧？哦，那就还好，还好你有来。那你怎么不前天就来跟我互动？还是你其实有互动，我没有看到？没有，因为。我也是那时候像光遇吧，光遇也是那时候就是怕大家看不懂，可是我又很想玩，有一玩了之后就吸引到几个也开始有兴趣的干爹嘛，然后也吸到一些有玩光遇的一些观众，然后是最近阿旺，就我们那边阿旺在玩这款，突然玩这一款，我突然想想，对，因为英雄围城是我 Steam 里面少数哦，没有移除的游戏。我还有几个游戏没有移除啊，其中还有泰拉瑞亚跟 Starbound， 虽然真的也是都没在玩，可是就是舍不得移。那看到阿旺王之后，就想说啊、哦，不行不行。我要回去，就是好好的玩那个赛季什么之类的。啊，结果殊不知赛季剩下几天而已。你前天有小互动，但想说实况的话，好像直接叫不好。对啦，因为当时其实我的心态是我会玩这款游戏，可是就是它改成这样，我会不懂。那时候也是希望，有懂的人可以好好来教。现在的环境到底怎样？毕竟，前天礼拜几？礼拜日的晚上吧，还是礼拜啊？对，礼拜日吧。哎，不对，是礼拜一晚上。那时候不是还有那个找哈记团团影乐，对吧？哈记影乐跟阿旺一起玩吗？然后最后是真的搞不懂这游戏怎么了，就提早结束。那我私下就继续默默在偷玩。对啊。啊，三点了，对耶。啊，看完到，哦，对不起。那个，这个先到这边。抱歉了，我们先换另外一款游戏，另外一款游戏比较重要。其实最近也有其他实况组来玩这个，哪些啊？因为真的这就是少众吧。小众群的游戏，我觉得你真的是找死哎、欸！真的再见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夜猫，拜拜。
我是无敌的无敌的小可爱。哦，今天竟然没有彩虹啦，猜错了哎。来看一下，复刻先祖只剩下红啦，没了，没了，只换了一个红啦，没了。带鱼救我，带鱼我来了，带鱼。请问这个给的爱心是什么意思？带鱼快一分钟。生育群岛谁在背背？走了走了，出发！哦，我主要，怎么说？没有加过去的另外原因可能是。也是怕被骚扰啦。之前有一次去，就是加到一个就是观众群的一个 DC， 像之前菜渣吧，菜渣的 DC 其实早期没有那个限制，就是会员才能进之类的，就是任何观众都可以加，有导致我那时期收到一大堆陌生人的那个加油邀请之类的。啊。那时期要嘛做法就是我把那个通知关掉，而是导致说我要加那时候也是刚认识的朋友的时候，我要再打开一次。没关系啊，反正那时候看到巴哈爬文就查得到，英雄围城巴哈就看到那个海报。下一个会花到辣的是什么？是彩虹跟复刻而已了吧？六月的彩虹，那也是一个月后的事哎。那复刻是两个礼拜后的事，那为什么这一次复刻是要用便宜的辣？番茄，你研究完了没？汉化，不，中文语音。还是大鱼你要背我？你要背我吗？我这匡玉一跑，可能会跑到五点半哦，5:45。哦，十位区也难看哦。那佩佩的小号背我背呆鱼。原来你是十位区啊。
那就满了啊。佩佩小号背我，我背呆鱼。点得到吗？但有出现一下子，等一下，有了，对啊，就是简体中文的语音辨识那个啊，就是那个东西，就是要整哪一个东西才能用中文。通常小号不是一起跑，就是别人传过来。我有按下载，可是他跟我说下载失败。而且他复刻好快哦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你那个那个小王子记的衣服也会出来，就那个看起来有点孩子王。阿天，因为那时候交菜单的时候也是重开机就下载了，只是弄了一堆其他的，结果变成更多问题。啊，对，最后才会改回就是用成英文的，他就在那边 give me a sign、欸。没有啊，最后还是什么？你现在几岁？他妈的回我啊，什么之类不是吗？月月就有差一颗星，你们是要换哪一个啊？发型吗？有没有觉得这次复刻还是很香啊？只是真的没有想到这次复刻，红主机会马上过来。嗯，我们还可以继续往上背，就早晚的问题而已啊，就谁想背谁啊，谁要跟谁背而已啊。
你插20根蜡烛就能全部换完，这没差，两天的事而已，一两天的事情，或是150块的事情而已，和170、150。马同学掉到水里面串掉了。马同学，你注意一下，你死了没？完蛋了，170台币啊！这个啊，他还是不让你下载，你们要不要进 DC？番茄杯西米，然后呆鱼杯番茄嘛，可是呆鱼不好点哦、喔。呆鱼可能荧幕用荧幕戳他吧。马同学，马同学，马同学消失了。他变海胆了，即使月月也可以啊，只是月月要在最下面。但是等一下我们要去超大好啊，没关系，15分了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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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出发。反正等一下。啊，各找各妈，我们去烧大花。这是什么任务啊？陌生人坐长椅，坐赏进阁小树苗，在进阁入口树名，在进阁入口树名。我问这个先祖记忆。哎、欸，你刚刚连在电视上，你干嘛？哇！大萤幕看很爽，很爽哦！你也可以用我实况台在大萤幕上看啊。或是你去电影院包厢，说我要玩这款游戏，啊，就是以后你家加个电影院房，专门玩光遇用，对不对？跟你以后未来的老公男朋友说。我就是要这个玩光遇，用 Switch 看我直播，白痴哦！没有电影房，我可是不嫁不娶的哦。啊，记得以后呆鱼择偶条件是要有个电影。在楼上闷36度的环境下闷了一小时啊。我断掉了。哎呦，哎呦 ，OK。去烧，我们家好火去烧，我们两台 Switch 的，你去烧，然后西敏去烧，
叮。好嘞，雨林雨林，哎、欸，你们都回来了哦，你们少吃一虫哎，这群人很勇哦。啊！不要靠近我！刚刚都对到了，烦呢、欸。你在我头上呢 ，Hello。Hello。谁在你头上？你不背背点不到。东西哦，你要背哦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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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知道你要背嘛，到底谁要背谁？啊，等一下哦。干，这也太难点了吧！佩佩过来一点啊，那边有祭坛啊。关怀 Switch 啊，远离可以互动的祭坛、金盘等道具。对啊，光怀 Switch 啊，很累耶。你跟马同学说再见，你就他在前面等我们，好扯哦。欸，烧完海龟我关台好了，我好像有点下去，好热哦、喔。等下带手机去楼下。电脑桌现在几度？
但是啊，主要是怕电脑爆掉。嗯，四月就34度了。反正后面嘛，后面白天电脑就是要关机了。好不好？之后平时3点88晚上时间，室内还在这30度啊，人住的很难从中间的洞。哦，人住哦，那什么人住什么，人住力。哦，我们左边两团。喝水，喝水。啊，还有啊，我还没吃东西。今天醒来到现在还没吃东西，还没有吃。再见了，马同学，第二次。马同学。你快吐了，快回来！早上到现在吗？对啊，我9点半起床到现在啊，你也还没吃啊，赶快去，你不要学我，来吃哦。我等下应该是可能会被人睡着吧。所以等一下烧完，哎，不不，海龟结束后我休息一下，我会关台，然后把手机拿到楼下去。那至于那个中文的东西，大概7点左右吧，我再看看我醒了没，也不一定会睡啦，可能手机在跑光遇吧。等一下，然后可能最近也不会跑满20根吧，因为天气一热，我的日夜就会颠倒了。因为我要晚上比较凉的时候剪片嘛，然后白天比较热的时候，可能就是电脑关机去楼下睡觉，或者这样子的作息。所以可能之后光遇没有说不跑，是
跑的时间不能拉那么长，所以我才会最近有点赶着要赶快跑一跑，是因为真的有点太累了。不然其实一天15-16根拉，其实就已经差不多了。他会说快快快，不要东绕绕西绕绕这样子。哎呀，樱桃还有在玩吗？感觉樱桃是没在玩的。会刻了祭蜡就没玩了吧？最近好像比较少看到樱桃在出没。我等一下荧幕又要再拿起来一下，我要放东西。我要放火盆，我手上还有一张券没用，你说机票？哇！你知道开个小号来玩，啊，开个小利恩出来。哎，旁边有，对，有花。啊 ，Switch 先。啊，放歪了，哭啊！等一下哦，重叠了。那我放另外一边。白痴，你要放？我放啦，因为我的放歪了啦。我算了，那边好像放不太到。哎、欸，好难调，等一下，瞧不到位置。哎呀，干啥子啊？等一下，要瞧位置，我要瞧位置。不要扭，点不到。好了，因为斜斜的放的话。门头还是会喷出去。好了，然后在这边继续炙烧个13分钟。场面难以想象，没有啊，就是刚刚右下角的火。就是两个重叠了，然后我想放左边的火的时候，就是佩佩在下面扭来扭去，放不到，已经按下去了，就是说那个就放的方式错误。表示认同，对啊，有没有？其实待遇 Switch 其实说好用很好用，唯一的败点就是放火盆跟点东西不好点。那你不下来了，东西不要下来啊！
就是黛玉的背上比较香，妹还是妹子比较香，对吧？这样等等黛玉就不用点我了，没有啊，黛玉你可以打字的时候扫手机啦，就是点套不是打字吗？然后右上角那个连接，你就连去手机，可以闻到我们两个味道，把它丢下去，黛玉把它丢下去，让那个人再也不要上去了。你现在有连了，好喂，你说 OK， 晚安。我去洗个脸。冰冰冰冰上线了，冰冰。克洛伊，出的不好出，不出才好出，出的比出，不出的比出的还好出，出的不好出，不出才好出，不出的好出，出好出，好吃的不好吃，不出的好吃。出的不好吃，不吃才好吃，不出才好吃。嘟嘟，
吓人的在哪？吓人，吓人。啊！嗯，我找到了。我烤带鱼。像是烧佩佩，哪有上面都死好不好？上面都是树，好吗？再烧一次，一起烧，烧，烧。打喷嚏。地什么东西？你是谁？感觉是火烧西米。原来是利恩真的很爱用这个啊，动不动就喜欢在人家旁边这样子边走边烧。人的长相至少要看三次才记起，那拜托，你看我最多就看两次好不好？第三次就太多了。我们在语音，哦，哎呦，你们是谁？还好，还好，好扯哦！你们竟然偷偷在语音哦，好扯好扯。教主的话会拍照留纪念。你放心，我绝对戴口罩、戴墨镜、戴帽子，跟那种，受那个职场霸凌，然后要道歉的那个，然后犯罪就戴头低低、戴帽子那种，口罩、墨镜、帽子都戴一戴。不然我那天戴全罩安全帽好了。是那一天啊？什么哪一天啊？根本没有出门啊，白痴哦！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登山记课就这个动作，对啊，噔噔噔噔。为啥用橘色标记你？什么橘色？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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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YT 标人不是都会橘色吗？对啊，哦，有一个讲 DC， 不行，我好坑，不才好处，不得不好处。出的不好处，不出才好处，不出比出的还好处，出的不好处，不出才好处，不出才好处，还是好处。
你搞错每日阿祖的楼层。撤了撤了撤了，各位海胆海胆吧，海龟海龟，吃龟龟吃龟龟，吃龟龟了吃龟龟了。完了，这边这个楼层就下不来。嘿，下来。哎，不得不好处，太好处，不出比出的还好处。竟然在四楼，居然吗？冲啊，白鱼冲啊！直奔到海滩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有累赘。很好。睡觉睡觉睡觉的表情符号咧。嗯，打瞌睡的咧。我知道。得到了。梦游梦游梦游。你现在超延迟。哎呦 ,Lego Man。Lego男人。加油，你们快可以拿到这个。又过来。又过来，白鱼。差太多了，因为 Switch 真的太好点了，我 Switch 只要按一个 A 键就好了，所以跟人家叠在一起都很好按。啊，呆鱼，你可以这样玩。你按住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终于可以这样玩了，好玩哦！只有Switch可以这样玩哦，我还可以这样边挖边走哦。原来我在你们眼中是这个画面啊！啊，差不多了，最后一猴，啊呜！不好处，
这才好处啦，出的不好处，不出才好处。好贵。啊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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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火有没有光光？亲爱的，爱上你，从那天点你的真心意，游泳喽。哦，昨天。我在楼下用手机看的时候，根本看不到贝壳，有够黑。没呢。我都一直错过贝壳，什么意思？刚看到某人的讯息，终于结束了。你说哈记哦，哈记昨天12点多就结束了，还是1点？那时候点过去看的时候，就是刚好他是结束加班，对。因为其实昨天他有在聊说什么保养痘痘，保养不是保养痘痘啊，那个脸部的东西啊，怎样才能让痘痘变少啊之类的啊。那其实他开加班台，就算他充足睡眠好了。而这样开下来，他其实脸上痘痘也不可能会好、啊。再加上他宵夜都吃油炸的、欸，而且那时候是他健身环玩完，还吃麦当劳哎、欸。不是你今天要瘦，就真的都要吃水煮，几乎都要吃水煮的食物啊。比如说几乎啦，就理论上90%都要水煮嘛。又不是说什么吃什么吃鸡胸肉不是蛋白质很多吗？啊水煮蛋啊什么之类的，啊结果鸡胸肉拿去用炸的。好啦，回去喽。每次都没遇过海龟和贝壳，为什么？不是啊，就是烧完馒头就直接去做海龟啊。哎、欸，好，我们这边先关台啦。我们这边先关台咯，感谢大家。我换手机，我们换手机解任务吧。啊，谢谢大家，我去楼下咯。那晚点抓鬼见啊，那也谢谢那个什么红，对不起，陈红啊，对，陈红。谢谢陈红啦，谢谢，都在靠你了，晚安。